BJDX 的队长陆思成除了帅之外，可是出了名的挑剔。尊贵的各位粉丝朋友们好，我又来了，电子竞技圈唯一的真瓜天后，今天依旧是充满惊喜的一天。我圈著名 CJDX 战队今天正式开启春季赛决赛征程，依旧是熟悉的配方，熟悉的味道。据可靠消息， CJDX 中单的手伤已经到了无法应对高强度比赛的程度。即便这样， CJDX 依旧没有要召回替补绿的意思，这等于坐实了传言， CJDX 终于要迎来一位新中单了。不过我们都知道， CJDX 的队长陆思成除了帅之外，可是出了名的挑剔。放眼电竞圈，谁又能入得了他的法眼呢？竞圈养殖，从无假挂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位还不知姓名的新中单，我足够让人期待了。你看这礼物差预判，这也太神了吧！这谁打得过来？是我，不靠脸。这世界很酷。